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无极的院长邱君堂医师。因为每个人的肤质状况还有每次来做治疗的时候并不尽的相同，所以你在做治疗前的时候，透过这个专业有效的清洁，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分析病人的皮肤状况。那再来，因为脸上其实有很多时候有一些残妆，还有一些残留的化妆品等等，所以透过这些专业的洁肤仪来做清洁以后，我们可以达到更有效的治疗。为了达到有效的清洁又不伤害到顾客的肌肤，所以我们选择了飞利浦的洁肤仪。那这一款洁肤仪，它透过震动跟旋转的方式，借由这17000根的刷毛，那它的大小大概从50毫米到75毫米，可以针对不同的肤质来做一个选择，来达到比较有效的清洁又不伤害到我们肌肤的效果。创新为你，飞利浦